全马首创咸蛋老板面，你们有吃过吗？JB 很红的老板面来到苏棒 SS15 了，这里可以吃到很特别的咸蛋老板面。哇，才刚开上就这么多人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会讲中文的？因为我爸爸是华人，妈妈是印度人哦。欸，跟我一样欸，我是混血儿嘞。你是哪里混哪里哦？我是潮州混福建的。这里的板面只从6.9块起而已，便宜靓仙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咸蛋老板面。哇，很香的咸蛋味，吃一下先。哇哦，它咸蛋味够浓浓哦，带一点小辣，没有想到配板面这么好吃哦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干老板面，有干香老板面、麻辣老板面、香辣老板面，搅拌一下。甜甜辣辣，它酸辣是有虾米味道的，这个也是很好吃。也是有传统的板面，这个是干的，这个是汤的，很滑哎。这里还有很多配面小吃，一份只要4.9块，还有比较大份的小吃。这里的饮料只从2.9块起而已，来这里一定要喝他们的招牌太平可乐，它是咖啡加麦乐的味道。他们还有自己的包装面，可以买回家自己煮来吃。